咁就唔係講美國有冇通貨膨脹，而係啲網民話睇電視啲廣告宣傳片或者拍劇集嗰啲資料，咁就話嗰班係一班有精神病嘅環當權派。咁我長期都唔理佢哋，淨係做球賽神職無捐，咁咪唔得嘅咁。咁應該。咁我都唔係唔理嘅，我有叫佢哋揾高永文介紹個精神科醫生俾佢哋睇嘅，因為高永文唔肯對我搞藥嘅，冇醫德啊嘛，就認為我係全球判斷力最準嘅，邏輯思維最好，唔肯對我搞冇醫德，我檢查身體都係。咁大家知道高永文係有醫學常識啦。就冇冤枉我精神病啦。咁而全世界嘅醫生都係有醫學常識啦，係咪？佢冇嚟逆中而行噶，係咪？咁而睇金融市場嘅表態，咁多年嚟都係表態支持我嘅邏輯，去 buy 或者沽，係咪？咁全球嘅人民都係大部分都係正常啦，係咪？咁所以我其實想高永文咧，因為高永文冇對我搞冇醫德，等於高永文都係正常噶嘛。佢知道我判斷力準，我嘅思維以我為標準就啱。或者我就發表對美國嘅通脹量根本上都係可以預測得到係好準確啦，係咪？因為我嘅邏輯思維。咁我唔係話唔理嗰啲電視搞資料嗰啲患當權派精神病患者，而係我其實想高永文介紹佢哋睇精神科啊嘛，等精神科醫生搞掂。咁但係啲網民話佢哋唔肯睇精神科嘅，佢寧願殺咗高永文都唔會去睇精神科，因為一睇咗精神科就等於係承認自己終於黐咗線，就會失去權力。咁所以啲網民話佢哋唔喺睇精神科，成日搞滋擾，咁點啊？咁啲網民就叫我咧，因為我讀嗰啲係博弈論嘅經濟學噶嘛，而博弈論牽涉到心理學噶嘛，咁叫我用博弈論嗰啲經濟學嘅心理學去同我哋做心理輔導得唔得啊？令佢變翻正常人得唔得？因為即系咁样资料化，人民都好困苦啦，系咪？俾啲精神病患者做咁资料，咁我试下啦。咁严格嚟讲，博弈论嘅经济学我系有睇过啲书嘅，咁但系严格嚟讲，佢都系心理学，就唔系精神科咁，冇牵涉到药物嘅咁。咁我试下啦。做心理輔導，咁大家要明一樣嘢叫做偏執先啦。咁每個人有不同嘅偏見，咁會由後來發生嘅事件去證明嗰個偏見啱定錯啊嘛。譬如我判斷佢咁樣交波，最終係射得入，而你判斷佢話咁樣交波咁樣組織，最終係射唔入。咁兩者嘅猜測都係一種偏見啦。又譬如我判斷你擺啲咁嘅前鋒一定贏唔到波，譬如你判斷你擺啲咁嘅前鋒咁嘅陣勢就一定，我講話一定入唔到波啦，而你又講一定入到波啦。咁最終就要睇個過程發展落去。哦，原來係入到好多球嘅。咁就證明咗邊個偏見啱，邊個偏見錯啦。咁未到最後結果咧，所有人嘅意見都係偏見。到最後嘅結果出咗嚟啦，究竟係入到波，因為入唔到波，咁個結果先係證明到邊個偏見係啱，邊個偏見係錯。
咁未有結果，球賽未完之前，大家都係偏見，咁你要明白呢個邏輯先啦。咁你知唔知咩叫偏執啊？偏執就係話，偏見係每個人都有係正常嘅，但係偏執呢，可以係精神病嚟。譬如我判斷你擺啲咁嘅陣勢係入到波，而你判斷擺啲咁嘅陣勢係入唔到波，咁到最深尾個結果出咗嚟，入咗波，我啱啦。咁你仍然保堅持住，唔係一定係入唔到波，一定係入唔到波。咁呢個就叫偏執啦。咁你偏執呢，就等於係妄想啦。妄想係入唔到波咯，因為如果你妄想到一個境界係入唔到波，咁你個心就會好舒服啦，自尊心就會好啦，自尊心亦都唔會受到傷害，亦都唔會痛苦啦。咁你當你偏執，就等於進入咗一個妄想嘅世界入邊，永遠逃避現實啦。咁叫妄想症。但係當你有呢個妄想症嘅時候，咁你會點呢？你有時會回到真實嘅世界，唔係喎，係入到波。咁你自尊心又受到傷害，你自尊心受到傷害，有時就會激化成焦慮、憂鬱啦。咁你又要極力將自己進入一個偏執妄想嘅世界，妄想係入唔到波，等自己心里边舒适啊！你要永远逃到去一个你自己心里舒适嘅境界，咁如此就会出现各类嘅精神病啦，严重偏执嚟讲，咁你明唔明啊？博弈论嘅经济学个心理学就可以咁解释，即系我社科，咁我其实冇睇啲咩博弈论嘅书嘅。咁只不過係我個人聰明，立幾眼就可以作噶啦嘛，呢啲嘢係咪？反正都係邏輯思維、博弈論嘅嘢。咁你明咗呢樣嘢先？咩叫偏執？嗱，譬如有啲人堅持要監視滋擾我，出廣告宣傳片滋擾我，咁你滋擾得犀利，譬如就滋擾到掘地種新機，轉轉轉，發到咗咁焦成屋村嘅窮人。咁我哋作為人民或者正派人士，就要俾一啲法例去逼令你唔好再焦人民，唔好再犯事啦。咁個法例可以虐待你啲祖先或者打小人啊，係咪？因為地球冇法例啊嘛，香港政府亦都係官商勾結，冇法例去阻止人滋擾民居啊嘛。因為滋擾民居嗰個就係玩當權派啊嘛，係咪？咁你明唔明呢度先？咁當我話有法例，神會虐待你啲祖先，叫你唔好再發出噪音去滋擾人民啦。咁你会点呢？正常人会睇到自己嘅偏见去矫正翻嚟。咁至于偏执嘅人呢，佢就唔会改过。佢觉得改过就等于系自己嘅偏见错咗。咁佢自尊心受到伤害，佢冇办法接受到呢种自尊心嘅伤害，嗰种痛苦，咁佢永远都唔会改过。会继续，譬如佢知道妈妈知道，佢会继续。譬如佢喺楼下掘地种新机，发咗奖招成条村嘅人民，佢都会继续。啊，呢、这个就系偏执啦，精神病。嗱，又譬如举多个例子，我落出去食嘢，佢都卖坏食物滋扰我，咁点呢？咁我梗系话用神嘅法律虐待，就用神，如果再系咁样对付人民嘅，去打小人啊，咁佢就会点呢？佢就亦都系觉得佢嘅偏见系冇错，转变成偏执噶。
堅持，佢會妄想一個另外一樣嘢。佢堅持唔可以自尊心受到傷害，因為如果咁樣唔搞壞食物滋擾，佢嘅自尊心受到傷害，接受唔到嗰種自尊心受到傷害嘅痛苦，咁佢接受唔到點啊？佢會妄想喺一個境界，譬如佢會妄想到佢嘅偏執咧，精神病咧，會妄想到個境界，譬如佢話。啊！如果咁样卖坏食物俾佢，而佢又分唔出嗰啲食物有冇坏，咁啊等于神根本上就唔系支持佢啦。咁啊根本虐待唔到我祖先啦。咁佢心就好快啦。哦，原来虐待唔到我祖先嘅，我要不断咁样试下搵坏食物去滋扰佢先。隔几日，佢又谂下，究竟我虐唔虐待我祖先？我做咗咁多坏事。隔几日之后，佢又会买。要釋除佢種疑慮呢，佢就會再去賣壞食物，去滋擾嗰個人民啦，去測試。哦，原來佢根本唔知啲食物有壞，即係神唔支持佢啦。咁我啲祖先又冇事喎，咁我又安心翻啦。佢會妄想到呢個境界啦。咁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咁偏执同妄想、焦虑、忧郁同埋各类嘅精神病就系咁样诞生出嚟。嗱，又譬如，我不嬲食开双羊排、八达米嘅，咁因为我打小人话佢滋扰我啊嘛，我摆咗烟灰缸喺电视机，咁有一日佢又播《蓝鲸大逃杀》，就毁谤烟灰缸嗰啲系华人人民，咁啊希望，因为我摆咗烟灰缸喺电视机旁啊嘛，而佢出个片系《蓝鲸大逃杀》倒啲华，抌啲华人民落个坑嗰度啊嘛，系咪？咁佢就话透过出呢片之后就可以毁谤我日军啦。而嗰個煙灰缸亦都唔係擲住搞侵犯人權自由嘅人啦，只不過係擲住一啲被南京大屠殺嘅人民。咁會妄想到呢度，跟住譬如我趴低咗咯，我要救南京大屠殺嗰啲人民啦，咁佢就會將嗰個坑同一啲羊啊扯上關係。嗱，譬如 SUITE。我上載啲 video，佢可以馬英九佢哋嗰班人，即係投靠咗習近平、馬英九嗰班人，佢可以將我啲片擺啲乜嘢喺個開頭噶嘛？佢個開頭就擺咗羊喺度，咁就話：哦，原來蕭耀邦係要食南京大屠殺嗰啲人民，嗰啲人民等於羊。咁佢妄想到呢度，一妄想到佢个心就好安，就好舒适啦，好安宁啦。因为佢会觉得咁样搞冇医得落毒，或者坏食物滋扰，系等于帮自己嘅国民，帮南京大屠杀死去嘅人民。咁佢就觉得好安心啦，不断做坏事去搞坏食物滋扰。咁我讲到咁复杂，大家未必明精神病患者嘅谂法啊嘛。不过如果你，听得明我讲咩叫偏见偏执呢？咁你会明我讲乜嘢？嗰种精神病患者嘅思想方式就系要将自己脱离现实，免自己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就会产生痛苦。佢免自己自尊心受到伤害，就会将自己妄想到另外一个环境，令佢舒适。咁呢啲就系精神病患者博弈论嘅经济可以解释呢啲精神病患者咯。咁我系有系咁样同搞监视居住滋扰啲顽童团派咁解释俾你听咩叫偏见咩叫偏执，等佢知道自己患上精神病，而对社会系造成伤害。你唔难发现啊，当一个人喺一個人民嘅樓下屋村入邊，係咁轉下轉下轉下揼嘅，發出噪音滋擾咗2年幾，咁你話呢啲係咪精神病？咁真係唔難發現嘅。佢係將自己妄想到一個境界裏邊，
而做出嘅行為嚟噶嘛。佢係有佢嘅道理，佢嘅道理就係一個妄想佢出嚟嘅世界裏邊，一種逃避自己自尊心受到傷害嘅世界裏邊，佢做出嚟嘅精神病患者行為。咁你話知唔知擾啊？精神病患者滋擾嘅喎，因為佢咁樣轉下轉下轉下，啲噪音咁犀利嘅，2年幾成條屋村啲人都係窮人嘅，咁真係。好大滋擾，所以啲網民成日要我用博弈論嘅經濟學去解釋，同佢做心理輔導。其實我唔想理啲精神病患者，我只係想做求助神職無倦，就唔理，因為太多啊！開緊電視都係精神病院、精神病患者風人風雨搞鬥爭。其實我唔想理佢哋，我成日想話叫高偉文介紹精神科醫生我哋睇啦，咁但係佢哋唔會睇嘅，因為一睇咗精神科就失去權力㗎嘛。咁我唯有应网民嘅要求，解释下咩叫偏见，咩偏执咯。而偏执系精神病啊。咁我博弈论都可以解释美国有冇通胀嘅。不如我睇下书先，今晚再睇书。今晚先睇书，唔系再睇书，先睇书谂咯。有冇通胀嘅？咁博弈論嘅書可以輔助到我，因為我都係好多時都係睇咗少少就可以作嘢，作得幾好嘅，甚至好過原著。咁你不如講到呢度先好唔好？做住咁呢類心理輔導先好唔好？咁你話佢唔會？停止支付媽媽照我，唔會住咯，因為佢有偏執精神病啊嘛，唔會住咯。咁但係傷害到人民，譬如買食物滋擾到人民，咁就要受神嘅法律去害佢啲祖先咯。咁呢啲係神對人民嘅公道。冇辦法啦，因為精神病患者太多啦，亦都係太多啦，咁所以冇辦法啦。我其實想唔理所有嘢去，佢淨係做求助神職無倦，同埋寫金融經濟嘅意見主張，改善人民生活嘅啫。咁而家迫於無奈做心理輔導，咁都係幾麻煩。咁如果病情再惡化，啲精神病患者先再做其他心理輔導啦，好唔好？咁就咁先好唔好？因為嗰啲精神病患者嗰啲病徵嗰啲做出嗰啲病態嘅行為太多啊，我唔可以樣樣去作心理輔導，做呢啲先好唔好？咁就咁啦。